一贯道慈善功德会的创办理念为救灾救急救苦的三大主轴，让所有迫切需要的苦难众生都能徜徉在天师恩德的庄严浩瀚中，心灵生命蒙受启迪与救度。慈善功德会来和村民结个善缘，因为现在的天时地利不很顺畅，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很多了哈。那我们的宗旨就是要来成就我们村民、我们人类的那个心灵哈，能够提升，能够有那个伦理道德，而且就是能够尊上明明上帝，就是上天的旨意哦，来一个成就我们天下的众生。慈善功德会为扩大会员编制，诚挚欢迎一贯道道亲与善心大众加入会员，希望能散播更多爱的种子，进而生根发芽。没有什么标准，是什么行业、什么阶层、什么行业都有。比如说我们那个石内天台山啊，那个八八水闸有没有？我们也去成就那个六龟的村民，好多好多啊！结果那个派出所的那个警察都被我们感动了，他们也来求道，他们也来出树灾。现在好多那个局长啊，旗山那个局长都来求道，都来出树灾，也在修道。哦，所以他们就是亲身体验、亲身感受，才能够得到他的那个真理天道的尊贵。所以说希望陈记者哈，等一下来亲身体验呢，好不好？应该可以吧，哈，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他们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讲那个一贯道的话。你认为怎么样？认为蛮不错的。他们的话中都有道理了，不错。他们说我们同时一母之子，一师之徒，以尽己之心推己及人大无畏的中枢精神，一起心连心，手牵手，不分彼此，同见同行，同心同德，让苦难减少，世界美好。他们相信慈心明灯绽放，照亮社会各角落，博爱济众善行，广布社会各阶层，感恩付出，行善积德，为自己与子孙辈开创福慧光明大道。今天我们来有义诊，义诊就是民俗疗法，他那个义检哦，还有那个煮平安斋给我们吃。所谓平安斋就是那个环保，环保现在我们世界就是提倡这个环保救地球，所以这一点我们很强调的环保救地球，所以我们主平安就是全部事实的，全部事实的哈。他们发心巡回偏乡部落，出动80多位的道亲进行义检义诊的爱心服务，另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，在炎炎夏日中为原乡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。一贯道慈善功德会出动民俗推拿医疗团队，是为了原乡族人需要者的服务，以利身体快速恢复好状态，再次回到岗位上为更多人服务。哎，民俗疗法，他是因为怎么样？他肩膀酸痛50肩，啊，头偏头痛，多运动，不要太剧烈拉伤。颜面神经做脸部，蔬菜跟水果吃多一点，它比较不会那个血，它的经络比较循环比较顺畅，比较不会阻塞啊，阻塞它就是瘀则塞，塞则不通，不通则痛，嘿，是这样子。福建市里职能治疗师曾以奇美医学中心担任治疗师多年，临床治疗经验非常丰富，此次加入本中心的照护团队，期望能提升更多长辈整体照护之水准，
让家属患者都可以放心。我们的团队有八个推拿的师傅，他们的功夫很好。我们出去办，我们尤其前两个月前，我们到村住乡、村住村也有去办过。在这边干嘛？在等按摩。为什么按摩？因为全身腰酸背痛。那就挂号了。早上挂号的。你看看，有没有比较松？比较松一点了。比较松一点了。耶，比较有感觉。有时候这样手都不能。哎呦，哎呦。啊，你如果时常这样子做，也是有舒缓，而且也会渐渐的比较好。嘿，一用这个温灸哈，它会慢慢把那个息肉哈，稍微会缩掉。偏头痛吗？哦，那个很痛。这个很痛啊，这个你看。少一点。哎，这个很痛，偏头痛啊。那个、很痛。这两边你看。对，哦，少一点。再用力，再看。啊，很小力的啦。不要怕痛啦，痛就有效果啦。气呀、啊，你看很痛哦。对，有痛。很痛。有那个很痛。你看，扣，很痛。温的水，冇打。我说现在我在办哪层哟？哦，上班我上班我买那个呢。哎喂，你给我啊，哪了？我们上次看的新加坡。哦哟。亚尔木头那个，亚尔木头。那打木打。三十六。三十六。喂。